啦啦啦啦。可是阿比鼓就是用淘汰用人家唱过来，就这种唱歌的方式，就代表已经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内心的那一件想要表达的事情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祖先唱歌很厉害，所以不要怀疑是你为什么是天籁。啊，我是天上掉下来的癞蛤蟆。天籁。好，然后这一首歌。啊，有了，有块专辑可以听，而且你可以 repeat 听很多次。我想说教大家一起学阿美族的话，都会学日文，都学阿美族，学一下阿美族的歌词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要一直哈日哈韩，哈一下哈一下台湾好不好？哈一下哈一下原住民，不要一直看那个偶像剧，韩国偶像剧还是日本偶像剧。有一天也是你穿偶像剧的时候，就知道我们厉害了。而且我们可以穿那种阿美族爱上飞娘子的布林队，然后下一集是飞娘子爱上卢凯斯的布林队，而且他会有14组，我先拍14组，哇，好悲惨哦！而且14组一起爱上平地的，好不容易哦。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期待吧。我希望魏德圣导演可以，他跑去拍摄《宇宙发来了》，他本来是要找阿美族的那个爱情故事的题材，可是他先被赛德克害了，他先掏腰包去拍《赛德克发来了》，不知道他的电影要出来了吗？辛苦，我也很期待一个全母语的电影，我真的蛮期待，虽然里面还是有日本人。觉得日本人还是用日本的母语嘛，他们讲日语。对啊，就我有蛮期待的。好，那你讲那么多，还没有教你们唱我的歌是吧？